结果不生怪，天哪！嗯，我的天，不又历史重演了吧？我这边跳下岩浆是不是？这么高，趁现在快跑！哇哇，好啊！真的很烂哎、欸，应该不。好啦。开到十一点好了。噔噔噔噔噔。对生怪鸭子失去兴趣了，有没有？哼，太难压了啦。研究什么玉山银行什么东西？等下关台了再研究。12月21号，圣诞节前一天，我干嘛吗？我也没玩手游了啊。自己出去约会没有啦？怎么可能？我都想不起来、欸。看一下我记账，刚好记到。选项音乐，好，看看账本。没有啊，我那两天加起来，这是什么钱啊？高铁的钱啊？12月22号。877块钱，什么东西值877？优卡200，什么杂货？幸运，
我刚没拿到幸运哦，白痴哦。这么大笔的钱，我怎么可能会没记账？而且用到玉山六七，买游戏吗？也没那么贵啊。不能改昵称吗？可以啊，三个月改一次啊。啊，你要改的昵称可能是跟人家撞到才不能用啊。哎、欸，啊、你的羊驼嘞？你买什么？你的羊驼嘞？再看明天阿米狗玩啥？是我，是你什么 ？Hello， 艾琳。我要查一下东西，所以画面先跳画面，忙东西。为什么会有？
奇怪，我没有用这个东西呀、啊。我是要跑一趟银行啊。我问一下。他说什么定存什么鬼的，可是我已经一两年没跑玉山银行，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东西？等一下哦。哦，白痴哦，
没事没事没事。我懂意思了啦，刚直接上网查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危机解除，危机解除。那一笔不大不小的金额是我的银行里面剩下的钱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想说，这个金额不可能是买游戏呀，也太贵了吧？然后被盗的话，那也太多了吧？那就哦，是剩下的余额，吓死我了。危机解除，我现在心情很好。刚刚开台其实一直很担心，我是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存钱不是啦，就那笔钱，就那种很奇怪的金额啊。我想说奇怪，那个要汇款给我的，应该是说这个月啊，然后金额好像又不对啊，结果又说也不是这个账户啊，然后各种不对，时间不对，账户不对，金额不对，三不对，然后想这个人排除，应该不是要还钱的，不是还钱的，是汇款的，然后就各种想。奇怪，这什么金额？这样弹太高了吧，太难按了吧，我要登出网银。欸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不能再挂了，那就一半了，吓死我了，看挂多少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明天我们继续来铺地狱吧。然后这次明天应该是把那个啥
那个平台价高，往上价高一层，跟往下价高价低一层。啊，原来草泥马在这里哦。好的，那就准备要收台喽。我本来想说盖个墓园，然后聊天室随机抽一名还活着的观众，把他的名字命名上去，或是用 FB 抽奖的东西。啊，有啦，这 Open Fire 的那个就好看多了，你看这玻璃，哦哦，这样好看多了。好啦，那就今天先开到这边啦，还是再撑个六分钟。那再撑六分钟好了，我们来修我们的铁镐和钻镐。不是啊，那也要抽奖系统啊。干，野猫欸。欸，好久没生猫了哦。因为我这村庄还没满十只猫，我怕我的兔子被咬死。还好还好我的。猜猜看，我寻不寻得到这只猫？我是不能站起来啊。可以吗？我觉得我不行欸。他是知道我在走路啊，一直跑。猫咪过来，有鱼吃哦。猫咪。要不是我身上没木船，我就追上去了。干，给我吃！干，你给我吃！哇，直接把鱼塞进他嘴里耶！乖，好吃哈。猫就跟女生一样，没有啦。硬逼他吃，把他逼到河边，壁咚他，喂他吃鱼，那你就坐这边了。那再来就修稿子。
什么什么鬼？你说逼他吃鱼吗？没事啊。壁咚，不是什么叫河东，河东狮吼，来交易其他的看看哦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，哇，怎么都是这么惨的啊？虽然这边可以盖那个啦，上次讲那个墨鱼塔，这个也很惨啊。学徒，看一下，几只克星，这个还没好，50颗星，坚持，这个不行，再把它杀了。更新了吗？还没。哎，11点了，那待会准备关台喽。那个要早点休息、早点睡的就。我们明天见吧。现在作息调好一点。9，还是你要吃纸？来来来，哇哦，烂，真底烂。55，55截肢舞，哇，好猛哦！我觉得要把一个，我明天，对啊，我关台后啦，先把影片弄一弄，弄好之后再把一个村民拉过去当那个工具商，对啊，过去。武器商人，这样就可以在这边盖个武器商人。好了，修好了，那我们明天见喽，各位晚安，感谢今天晚上的收看啦，各位晚安，拜拜。我想头上改局部部哎、欸，好啦，晚安喽，大家晚安，早点睡，祝好梦，拜拜。哎，又怎么动不了？啊！文字。